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熊熊 QQ， 我是悠悠。我今天要来开箱的是将，这个是我自己 DIY 的史莱姆，它的名字叫做僵尸史莱姆，因为它的颜色很像僵尸上面。下面都绿色，马上开始玩玩看吧。哦，好像果冻哦。就是它的颜色渐渐混起来了，它的颜色渐渐混起来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记得按个订阅哦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板上留言。我们拜拜。